所有困难统统打败，就当做运动。小小错误再添吧，小小迷糊再练吧，成为自己的超级英雄，成为自己的超级英雄。小河狸贝瓦，环保小卫士。贝瓦正在认真地收拾房间，准备迎接好朋友们。球吧，同意。嘿嘿，看我的。糟糕，车库里竟然钻出了小蟑螂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臭啊。贝瓦，臭味是从车库里飘出来的呀。那我打开看看。垃圾飞纸钻进来。有好多蟑螂。好臭啊。瞧，就是这些垃圾把蟑螂招来了。贝瓦，垃圾不能堆在这里，得扔到垃圾站去。原来是垃圾惹的祸，都怪我偷懒了。我们赶紧把垃圾扔掉吧，快扔掉吧。朋友们推着垃圾来到了社区垃圾站。这么多垃圾桶，该扔进哪一个呢？垃圾飞纸钻进来。嗨，都扔进这个桶里吧。不行，你们看，垃圾桶上的标志都不一样呢。我知道了，这里可以扔塑料瓶。果皮扔在这里。那么我们一起给垃圾分类吧。同意。快快加入环保接力赛，比比谁的行动最快。小花小草怕疼不要踩，路边的果皮伸伸手捡起来。随手关掉水龙头，别让小水花迷路流走。将文明做爱干净的小孩，地球的里水和蓝天需要我们的关爱。贝嘟嘟，怎么了？这个电池该扔进哪个桶里呀？电池会污染环境，要扔进有害垃圾的桶里。搞定！朋友们一起努力，终于把垃圾分类处理完了。耶，完成了！哦，还有一个破娃娃，扔了吧。皮克，别扔！我们把娃娃洗干净，让妈妈补一补，还能继续玩呀。回收废物，好主意！耶！